为什么前面四个八拍我只跳了三个八拍？因为第四个八拍我忘记了。智慧的光芒正在宇宙中四处绽放，暗黑魔神火大麦照，因为你已经被我锁定。没错，而且这个锁钥匙在我这里，你是拿不走的。我是女皇的黑杰克护法阿 Ken， 今晚我将协助女皇寻找智慧光武士，告诉我谁是宇宙中最有资格觐见女皇的人。哇哇哇！你们以为女皇是你们想见就见得到的吗？今天晚上很有可能见得到，为什么？因为江慧二姐已经封麦了 ，OK？ 而且呢，马丹娜也还没来，所以今天晚上要好好看我们的节目拿奖金。马上欢迎三组参赛者，欢迎他们自我介绍。有请第一组参赛者。This is Sparta！ 电视机所有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就是三百壮士 Terry。俗语说得好，传播前生叫。前天呢，我辛苦的老婆才为我产下一个可爱的喜羊羊弟弟。那希望呢，今天可以把这个喜气呢，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，带给我们的女王，跟着我一起晋升智慧光武士，拿奖金，选我！呼呼呼！相当幸运哦，他才生了两天而已嘛，是是是，而且老婆六个小时就把宝宝自然的产出来了，真的很开心，无痛啊，是不是？没有无痛分娩，没有无痛分娩，没有催生，没有催生，非常的健康，自然产，是相当厉害。OK， 一定要选他。接下来欢迎第二组参赛者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哪吒小兵，我主持儿童节目、科学节目15年的时间，不敢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但是起码算是饱读诗书啦。而且我还因此拿过2座金钟奖，今年也同样入围了。所以选我啊，我可以帮大家拿奖金的。相当厉害，今年又入围了，而且他选他的话，很有可能他上台答不出来的时候，直接 key 档就有答案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如有神助，如有神助，如有神助。接下来欢迎第三组参赛者，有请。大家好。我是悟凤，今天我是汤商丈，要选我的原因非常的简单，一，我是台湾电视历史得过金钟奖的第一位外国人，二，我很爱台湾，很爱表演，第三，我是台湾师范大学研究所毕业，很了解中华文化、中华历史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选我，我帮你转10万元。其实中句我中间还是有两三句我听不太懂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后面再帮你上字幕 ，OK 的。三组挑战者都已经自我介绍完毕了 ，A、B、C 三个门。好，线上的玩家你要选谁？5秒钟之后请选择。选我，选我，选我。究竟会是刚生宝宝的 Terry， 还是金钟奖的常胜军小兵，亦或是？另外一位也是金钟奖最佳主持人的吴凤呢，究竟你要选择谁来到舞台上方？投票结果请公布。恭喜 Terry！ 哇 ，OK 的。哎呦，哇，是。照这个逻辑来讲，应该是穿的越少越容易上台哦。哦，是吗？哇，谢谢谢谢大家给我机会。你的右胸会冷吗？有一点点凉凉的。对对对，因为我看到露出来。对，弟弟在电视机前面看。哦，对，生了一个男宝宝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而且我老婆现在还在医院。还在医院吗？对，然后有电视，所以她跟抱着 baby 喂母奶在看我。太棒了，爸爸马上就出来赚奶粉钱了。是。希望你今天可以获得10万元，好，好吧，谢谢。随着六角星光已经进阶 ，Hello 女皇，走 ，Hello 女皇需要你的智慧能量，现在就拿起手机或平板电脑，搜寻女王的密室 APP， 下载登入成为挑战者，就有机会赢得奖金10万元。除了神之契约所提供的奖金，另外抽出线上游戏的虚拟宝物得主 ，Android、iOS 系统全面开放下载。就是这一回，是光武士女皇想你了，想你了，想你了。刚生宝宝最幸运的 Terry 已经来到舞台的上方了，线上的玩家还在等什么？扫描 QR code， 让我们一起觐见 Hello 女皇。
式觐见女王旺福金啊！泰瑞，恭喜恭喜呀！谢谢女王。哇，当爸爸啦！好开心，好开心哦！有子万事足，真的真的啊！那美玲在电视机前面看吗？是现在。哎，美玲美玲，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哦！当妈妈了，谢谢，辛苦了。不会不会。哇，阿 K， 是的。你有没有看到人家当爸爸的还有人鱼线呢？哎，真的耶，相当厉害。其实有在运动啊，真的真的。哇，看到没有？其实我也是有的，我也是有的。啊，你不用了，我不想看。啊，这样说，哎，女皇，女皇身体如何？啊，我现在身体很好了，真的。这次都是因为你呀。我不是因为我吧？不敢这么说。希望可以把这个喜气呢带给女王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带给女王。谢谢大家的关心哦。今天希望有一个智慧光武士要拿奖金10万元哦。好，好 ，OK， 准备好了哈。好 ，OK。大家手机拿好了没有？好，好，要准备好了。OK， 马上就要来开始你的第一题，请问 ，Terry 热爱健身，拥有人人称羡的小老鼠，请问小老鼠是指哪里的肌肉 ？A 小腿 ，B 腹部 ，C 手臂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这个问我就对了，本人我是国立桃园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的小老鼠，就是肱二头肌，所以是 C 手臂。C， 我锁定 C。哇哦哇，他这就是小老鼠，对不对？是肱二头肌，你的小老鼠还蛮大只的。哇，你这个老鼠蛮大的。好 ，C 答对啦。耶，没错，就是二头肌了。接着下来，女皇要靠您了。这一题。是的，这一题哦 ，Terry 啊，是要仔细的瞧哦，好，看有几个忍者哦。好，咦，哪里？啾啾啾啾。啾啾啾啾！啾啾啾啾！好的，请问屋内有几个忍者 ？A 2个 ，B 3个 ，C 4个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我印象中好像是2个，因为有的是出，有的是出，所以最后真正留下来的只有是一个是。3个 B， 确定吗？确定哦，希望确定。锁定 B， 3个。刚刚哦，这个忍者又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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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很难算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有哪些人。哎呦，唐三藏，哇，一堆古代人啊！哇，古代人也来了。哎呀，还有日本太太嘞，日本日本日本。哎呦，还有东方派吗？哎，还有光晴啊！哎，好。你选的是什么？我选错了。你选错了，第一次玩游戏。这么淡定的，第一次玩游戏啊。对对对，小兵选的是什么 ？B 3个，三个。好，我们来看看3个对不对？答对啦！耶，就是3个。OK， 接着下来第3题，请问你，知名故事《300斯巴达壮士》是对抗哪一国入侵 ？A 波斯 ，B 中国。C 埃及，5秒钟，请作答。波斯帝国吗？我怎么觉得是波斯帝国？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了。你的答案是，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答案。不是，应该是 B 波斯帝国。A 锁定。是波斯，波斯下好离手了。是的。埃波斯他真的讲得我们好紧张哦。对呀，埃波斯什么的。埃波斯好。因为这一题答对了就脱离渔民了。是的。如果答错了，那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渔民哦。真的。应该不会这样吧？儿子诞生第二天就知道说爸爸是渔民啊。没有答对啦。恭喜，就是对抗波斯，3题过关，替线上玩家赢得由神之契约提供的10000元奖金。OK， 接下来第4题 ，Number 4， 请问你，孕妇产后一周内最好避免食用哪一种补品，否则反而会伤身 ？A. 麻油鸡汤 ，B. 山药排骨汤 ，C. 红枣银耳汤
5秒钟，请作答。这个我太厉害了，哎，麻油鸡汤，怎么可能第一周产这个的话，对于排那个不好。确定吗？确定，锁定。哎，麻油鸡，麻油鸡汤锁定。哎，大家都以为你会猜错，没有想到你有做功课哦，对不对？有做功课，因为我这几天都在那边陪他吃，然后知道他吃什么，我比较放心。哦。因为他要就是喂母奶，所以我就会知道说什么可以不要吃，尽量。哦。喂母奶，哎，是。现在已经在喂了，已经在喂了，在喂了，好棒哦，厉害！答对啦！耶！相当厉害。因为这个酒精会使得这个血管扩张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有可能反而会增加出血的现象。嗯，好，接着下来第五题，请问，跑步的时候跑到一半会觉得大腿酸痛，主要是因为大腿肌肉缺乏了什么 ？A. 蛋白质 ，B. 氧气 ，C. 葡萄糖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应该是带氧量，因为跑步的时候需要耗氧，蛋白质后面产生，葡萄糖是消耗的能量，所以我觉得答案是 B。B 锁定，哦，选就选，还讲了解答，还讲得出道理来，对，还讲解答，对，讲解答，这个哎，因为你是体育系的嘛，是啊，体育系，以前念过生理学啦，运动生理，哦，很棒哎，真的，你看身体又练得这么好，美玲很幸福的感觉哦，哇塞，开心了 ，B 氧气答对啦。就是氧气，好的 ，OK。接下来第六题，请问你的儿子小吉阳出生多久以后就可以施打防止肺结核的卡介苗 ？A 一天 ，B 2周 ，C 1个月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好，有傻眼的表情了，搞不清楚状况了。一个月，应该是有。好，你的答案是，告诉我，确定一点。C。C， 我锁定 C。来，我看一下现场的其他的妈妈。哎，爱丽丝答的是什么？我答一个月耶。一个月。你也是答一个月。对。啊，后面小兵说是多少？一天啊？一天？一天啊？对。你打过吗？哎，我没打过，但我有两个孩子了。哦。哎呦！哇！哇！有两。一天就可以打了。吴凤也是快要做爸爸了，对不对？下个月，快了，下个星期。下个星期。哇，恭喜恭喜！哇，唐三藏可以生小孩啊！我也可以的，厉害了厉害了，厉害厉害哦！好，来，其实这一题抱歉答错了。哎呀，正确的答案就是一天，24小时后。体重达这个2500公克以上，身体正常状况就 OK 了。对，不好意思。但是你没有打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因为我们是在生的时候，生之前爸爸妈妈就已经打3合1了，所以就可以小朋友就可以不用打，因为他自然就有抗体。哦，对，所以我就是这个没有。哇，对啊，哇，你们爸妈就先打，是，就是先打，然后小朋友就会把那个抗体给小朋友。好棒哦，厉害哦，厉害，照顾小朋友的，真是个斯巴达爸爸耶，谢谢，真的。好，还是恭喜你哦。对啊，谢谢女王。哎，那你孩子聪明小学士，而且呢，哎，线上有847位，有一位。可以得到你带给他们的奖金1万元。但是首先我们要来请到这一位，哎呦，这一位在哪里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位哎，女皇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一位比较少见，这位是我们新的律师蔡雅哲律师，也是一个帅律师哦。是的，是的。小燕姐好，恩哥好。蔡律师结婚了没有？结婚了，我结婚了。他结婚了，那就没什么好聊啊。还没有，还没有。聊一下，聊一下。有小孩吗？还没有小孩，还没有小孩。加油，加油啊！加油，好不好？跟我们那个 Terry 学学。是 ，OK， 谢谢。好 ，OK， 聊完了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啊！哈，来，我们这里的律师不是帅就是美啊！真的，真是。这位稍微娇小了一点。哎，对你，好不容易也可以跟他比较一下，不错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要重来看哪一位可以得到奖金1万元？哎，台北市的庄小姐，哇，庄小姐也是刚生小孩吧？你看，哎呦。
哎，是在医院吗？这小朋友长得好像 Terry 哦。不要笑我，我刚刚以为是我，我这对吗？你这样子可以吗？不对。哇，吓到我！恭喜张小姐啊，你也是这个刚当妈妈，又得奖金1万元，恭喜！恭喜！在这边也要非常恭喜以及谢谢 Terry， 谢谢大家。马上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回合。蛙老星球发出求救讯号。赶快拿出手机或平板电脑，搜寻《女王的密室》APP 下载登入，秀出你的智慧能量，就有机会夺得奖金10万元，还能获得台视爱平网提供女王购物金。Android、iOS 系统全面开放下载，智慧公武士你在哪里？快协助女皇打击暗黑魔神吧 ！Yo fighting！线上的玩家，您是不是忘记上线了呢 ？QR code 就在这里，赶快上线！刚刚我们已经把钱又送出去了，好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之前大家在那边啊，我们大家都在买彩券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29亿没了，但是你还是可以来我们这边得奖金，好吗？上个礼拜没有机会，这个礼拜我们的奖金又更多了，摆在那边要送给你，你难道不拿吗？赶快上线！欢迎三组挑战者，有请第一组挑战者自我介绍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！哎，大家好，こんばんは，我是爱丽丝，好久不见。我知道呢，大家已经很期待啊，我可以帮大家拿到这个奖金。大丈夫，我呢就象征台湾的阿信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选我就大丈夫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嗨，相当美丽 ，OK， 可以说是中日文精通、学问渊博的爱丽丝 ，OK。接着下来，谢谢。第二组参赛者有请。哈哈哈！大家好，我是月饼仙子米可白。不要看我傻乎乎的，很多人都说我大智若愚，而且我之前还跟 Ken 哥一起主持科学节目，只有聪明的人才可以跟他合作，所以选我就对啦！选我！哪有什么月饼仙子啊？哪来这个仙子的？就我啊！而且通常节目都是一个聪明一个笨。你是笨的，你竟然承认！哇，你可以笨到觉得你自己是聪明的，那也相当厉害了。好啊，对不对？米可白相当幸运，这点倒是真的，每次猜题都会猜中。是的，好吗？一定要选择月饼仙子。接下来欢迎，真的看起来呆呆的。接下来欢迎第三组挑战者，有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明真，来自马来西亚，即将推出我的 EP 加写真。为什么要选我呢？因为我自己也有在经营小小的 SPA 馆，然后每一年都有拿到最佳经营奖，所以很厉害。记得要选我，帮你们赢取10万元。好，可以说是大马郭雪芙，然后真人版娜美，相当的出名。我本身是台北市松山区温生豪。是，听说他是信义区阿 Ken， 嘿，温胜豪自己说的。好 ，OK， 三组挑战者都相当的厉害，相当的美丽。线上玩家赶快上线，赶快来选，选谁要来帮你赢得10万元？5秒钟之后，请选择。我的应该是吗？十万元，究竟是要由爱丽丝非常漂亮的美丽娇妻，还是我们的月饼仙子米可白？中秋节要到咯，还是最美丽的宅男女神林明真呢？你要谁来到舞台上方？投票结果请公布。恭喜爱丽丝！哎，明白谢，谢谢。哎，明真要去哪里？明真，哎，对，稍等一下啊，哈哈，哈，哎，哈哈，哎。你几乎半数哎，真假的？几乎50%，所以我现在身上有这么大背负这么大的压力。哎，对啊，为什么？你觉得大家为什么选你？可能因为就觉得米可白真的不是很聪明，开玩笑的啦，没有啦，就想说可能给我一个机会，是不是可以帮大家拿奖金？对，一定的。而且你之前主持过那么多节目，对不对？外景节目啊，对呀，节目 OK 的。我们有搭档过吗？啊，对啊，哦，对对对，一个聪明，一个笨。好了，我是笨的那个，好不好？我是 OK， 那我带你去见真正聪明那个。好，随着六角星光觐见真正聪明的 Hello 女皇。Hello 女皇需要你的智慧能量，
现在就拿起手机或平板电脑，搜寻《女王的密室》APP， 下载登录，成为挑战者，就有机会夺得奖金10万元。除了《神之契约》所提供的奖金，另外抽出线上游戏的虚拟宝物得主。Android、iOS 系统全面开放下载。就是这一回，是如武士，女皇想你了，想你了，想你了。线上玩家上线，上线，上线！赶快扫描 QR code， 我们一起去觐见 Hello 女皇。女皇好，嗨，女皇好，哎，下一个谁？嗨，你好，你好，嘿，你知道吗？在我们节目里头，当妈妈的是都会得到奖金，哎，真的，对呀，朱心怡啊，钟欣凌啊，都是10万元呢，10万元，10万元呢，做妈妈都很聪明呢，好险，太好了，我有个小孩，对对，所以主持都是一个聪明一个笨的吗？阿 Ken， 是的，真的。真的，你一直都是以电视圈你最聪明的小王子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我就是最笨的皇后了。怎么可能？我才没跟您讲过。好，都没有关系，进广告。没有，我没有这样说，我没有这样说。哇，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哎，丽丝，小丽，女王，女王。哎，这个好。已经有两个太太得到10万元了，我不能输我们全国太太的面子。哎呦，是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，天下当妈妈的不但是有背力、有奶力，还有脑力。哦，有奶力，哇，有三力耶！对，有好好厉害。对对对，因为要哺乳嘛。是是是是是。哇，好，希望来大家赶快上线吧，对不对？真的一定要拿10万块给大家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干巴的吗？是。哎，干巴的，今天要把10万块带给观众朋友，大家赶快好不好？一起上线拿奖金了。好，马上就要请问你第一题。Come on！ 爱丽丝被老公壁咚了，是在说她被老公做了什么事 ？A. 抓去撞墙 ，B. 抓去面壁撕过 ，C. 用手臂把她挡在墙壁上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哦，说真的，这一题虽然我知道什么意思，但还没有被这样过。好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 C， 用手臂把我挡在墙壁上。C 锁定。你老公没有这样做？没有这样过吗？没有动过我。哦，我有跟他要求过。真的吗？我还写了一封 email 跟他说，可不可以壁咚我？啊？怎么搞的？但是他一定有地咚过你吧？地咚？我来问一下，要有地咚过。你老公有没有壁咚你？哎，只有我壁咚我老公而已。哦，哇！吴凤有没有壁咚你老婆？每天壁咚，没有壁咚不能睡觉。哦，的。哇 ！Henry 呢？我就是我在壁咚这个名词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壁咚我老婆了。哇，是怎样？现在大家都说有就对了。对，哎，那曹兰啊，那个我们家都没有墙了，因为被冻倒了。冻倒了。被冻倒。黄光晴这问题，哎，你有吗？小燕姐，我从头到尾没有听过这两个字。你选 B 啊？真的吗？你选什么？根本就听不懂题目是谁在干什么。要去面壁思过。要去面壁思过。笑我吧。光晴，你的日子不能就这样过。真的，一定要找人壁咚你。先叫老公把壁咚这件事做给你看，对啊，人生才有乐趣。我很想选 A 的。啊！抓去撞墙啊！他通常应该就是直接讲说抓去撞墙，不会讲壁咚啊。啊！对，哦 ，C 答对啦！是的，这就是壁咚的意思啦。接下来第二题，请问你，婴儿吸奶之后要拍背，是为了减轻婴儿哪一个部分的哪一个部位的压力 ？A 胃 ，B 心脏 ，C 肺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5、4、3、2、1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答案是 A。A 锁定。锁定了。看你是不是好妈妈，锁定了。
这个妈妈有一点点反复在想拍她，是因为要怎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以前在帮她拍的时候，就是只知道要帮她拍嗝，但是打嗝出来，然后不晓得说到底是为了哪一个部分的器官。哦，有可能是拍肺吗？心脏跟肺拍这地方是急救吧，我想。哎，对呀。怎么会去？这个妈妈很想得开。哎，喂，答对啦！耶。就是胃，让胃中的空气排出了啊。接下来第三题，有请女王了。哦，是的，爱丽丝是女王。没有小孩的时候常去唱歌吗？偶尔还是会去欢唱一下，还是欢唱一下。对，那这一题就没问题了。阿波罗来喽，请看 music。夜晚游戏，来，没人没上演。夜晚游戏 ，no， 不动静可怜。夜晚游戏。好，空格中的歌词是下列哪一个选项 ？A. You, B. Yeah, C. Love。五秒钟，请作答。野蛮游戏。野蛮游戏。哪一个？野蛮游戏。野蛮。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 A. You。野蛮游戏 You 是不是？锁定 A。You。没人能赦免。是 A 吗 ？You。对啊。对 You 啦 ，You 吗？啊，对。唱起来。You， 哎，这样就对了。哦，耶，这样比较顺。耶，不是也蛮对的吗？也蛮游戏。这样子，耶，哦，对，耶，这样。蔡依林有这样吗？蔡依林 ，You， 哦 ，You 啊，对呀 ，You 啊。所以我来看一下其他人选什么。其他人，大家选择的是不知道，摇头，摇头晃脑。You。黄光芹，我不用问你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好，来 ，You 答对了。三题过关，第七项玩家赢得由神之契约提供的10000元奖金。很好，已经拿到钱了，拿到钱了。接下来第四题，请问你，现在人常喝的拿铁咖啡和卡布奇诺咖啡有什么差别 ？A. 添加的香料不同 ，B. 咖啡因的浓度不同 ，C. 奶泡的比例不同。五秒钟，请作答。因为我相当爱喝咖啡，是吗？所以这一题我绝对不能答错。好，答错你就完了。请问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 C， 里面奶泡的比例不同。C 锁定 C， 奶泡比例不同，牛奶的比例不同。哎。这个其实很多人都喝咖啡，但是不一定知道它的差别在哪里，是香料不同呢，还是咖啡因的不同，还是奶泡的比例不同？拿铁的牛奶比较多，拿铁牛奶比较多，卡布奇诺牛奶比较少啊？真的吗？它的咖啡比较对，是吗？是一个是1:1，然后一个是好像2:1之类的啊？真的哦？对，哇，你开过咖啡店吗？哦，我梦想开咖啡店啦，梦想开咖啡店。所以我有一阵子稍微去研究了一下的，难怪答对啦！答对了 ，You 美人的赦免。但是还好你没有开咖啡店，不然会怎么样？因为呢，其实卡布奇诺的比例是奶泡浓缩咖啡跟牛奶是1:1:1。哦，所以奶比较多，对，所以你这样反而会亏本。对，还好你没开，好，没开，好险你告诉我。但是你答对了，很厉害。好，接下来第五题，请问你，下列哪一种动物跑步的速度最快 ？A. 犀牛 ，B. 鳄鱼 ，C. 河马。五秒钟，请作答。5, 4, 3, 2, 1。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，告诉我快。A 犀牛 ，A 犀牛锁定。哦，好难哦，这题。犀牛、鳄鱼、河马。我没有看过河马奔跑过，哎。哎哎，没有看过河马奔跑。对，鳄鱼我只知道它不都趴着吗？对。鳄鱼也会啊，也会攻击猎物啊。鳄鱼动的好像没那么快哦。对。哎，我来看看其他人，都再见了吗？都再见了。哎。哦，哎呦，东方不败，曹兰，
你知道？我猜啦。你跟小兵两个人，哎呦，不错啊，好可爱啊，都是 A 哦，答对啦。是的，犀牛速度可以达每小时55公里，然后河马速度可以达到40公里，鳄鱼只有11公里。11公里，对，是的，所以这犀牛是最快的。犀牛很快。接下来第六题，请问你，我一半喽。是的，医生建议女性生产后多久可以洗头发 ？A 一个星期 ，B 两个星期 ，C 一个月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5 4 3 2 1，你的答案是？告诉我。这太简单 ，A 一个星期。确定哦。我确。我锁定 A。女皇。我要问吴凤。吴凤。请问你知不知道这个问题？我觉得姚文有多好的人，我完全没有感觉。他没有头发，怎么回答呢？我不在拍谁了。太幽默了。请问你老婆也是光头吗？你要替你老婆注意一下。对呀，因为啊，通常我们在中国的女性来讲，都说好产后不要洗头，要坐月子。其实医生建议。一个星期就可以了，答对了。六题过关，替线上玩家赢得由神之契约提供的20000元。Yes， 加油加油加油！很厉害，加油！好，干巴爹。接下来第七题，请问，童话名著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在中国曾经成为禁书，原因是什么 ？A. 怕启发人民想象力 ；B. 动物不应该讲人类语言 ；C. 皇帝自己看不懂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这题太难了吧？删去法。删去法。怕人民想象力，公司应该不。你的答案是？告诉我快。B。B 锁定。哎呦。动物不应该讲人类语言吗？会是这样子的吗？来，我看一下其他人会怎么想。A。好。A。A。大家都是觉得是 A。哦，没有了。黄光芹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是 A。A， 对。哦，小兵也觉得是 A。你觉得是 A 吗？好。那你觉得是 B？ 动物不应该讲人类的语言，因为我们中国那个时期有很多的小说是蛮有想象力的啊。哦。可是你讲说动物不能，你看那个比如说孙悟空、猪八戒。他们也都讲人类，他们是人类啊。哦，是吗 ？OK， 好。阿 Ken， 你怎么当主持人的？我是在增加节目的一点，让网所有的网友觉得说啊，难道我答错了吗？哦，这种感觉。好了，谢谢你了。是啊，但我已经来不及反悔了，我已经选了 B。B， 你选 B 就答对了。真的吗？是的，答案就是 B。因为他们认为无法将动物跟人类放在同一个水准上面，是，对，是，怎么会讲人类的语言呢？像猪八戒怎么会是动物呢？是啊，是人嘛。OK， 对对对，我了解了，谢谢你的提醒哦。接下来第八题，请问你，衣服上面不小心沾到了口香糖，用什么东西可以有效去除 ？A. 热水 ，B. 柠檬汁 ，C. 蛋白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5 4 3 2 1，口香糖，你的答案是 B 柠檬汁。B 柠檬汁，我锁定你的柠檬汁。柠檬汁，你的衣服有没有沾过口香糖？有，曾经就是坐在椅子上起来就粘到过。那你用的是柠檬汁吗？我就把那件衣服给丢掉了。这位太太，这位太太，因为你不知道那是谁吃过的口香糖啊。觉得有点恶心，恶心啊！啊，但是不用猜的啦。好，其实，对呀，这一题如果有经验，你就不会答错了。哎呀，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蛋白，因为蛋白中有氨基酸可以分解橡胶，口香糖就会软化，失去粘性，就可以把它搓揉掉了。哦，哎呀呀呀呀！我尽力了啦，各位观众朋友们。哦，不，你已经很厉害喽。到第八题，线上从3万多人，现在只剩下208人哦。对呀，你很聪明了，已经很强了。机灵小硕士啊！机灵小硕士，谢谢。208。
有一位就可以得到有对，没剩多少人？没剩了208位啊，有一位是可以得到奖金20000元，20000元，来，会是谁呢？台中市刘小姐，刘小姐，恭喜你啊，得到20000元！哎呦，长得也蛮漂亮，很漂亮哦，真的，好欢迎哎，好，非常谢谢我们的爱丽丝，谢谢，好 demo 卡哇伊女王，谢谢，谢谢爱丽丝，好厉害哦！马上进入我们下一个回合，送奖金。Swallow 星球发出求救讯号。赶快拿出手机或平板电脑，搜寻《女王的密室》APP 下载登入，秀出你的智慧能量，就有机会获得奖金100000元，还能获得台视爱平网提供女王购物金。Android、iOS 系统全面开放下载，智慧公武士你在哪里？快协助女皇打击暗黑魔神吧 ！Yo fighting！ 线上的玩家，线上的玩家。我们上个礼拜呢没有 live， OK，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什么东西变多了？现金，满满的现金都已经领好，要送给你了。赶快加入我们的挑战，欢迎三组挑战者。第一组挑战者自我介绍，有请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谁？这并不重要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不是东厂太监，我是东方不败。我告诉你哦，你可以不要选我。但是呢，我曾经做过益智节目、外景节目，还有生活综合类节目，也主持过歌唱节目。哇，这也不是重点，问题是你看一下，等一下那两位，你就知道你该选谁了。相当厉害，前辈就是前辈，简单扼要就把另外两组挑战者打败了吗？我们来看看第二组挑战者是谁哦。来，有请第二组自我介绍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光芹。资深媒体人，是的，我的新闻资历27年，嗨呀，我做过记者，资深记者，新闻部的主管，我也主持过节目，我写过专栏，出过10本的书，今天又有一本新书，我的爸爸是总统已经上市了，哎呦，不过新闻记者就是要诚实，我今天从头到尾都没有答对题，我今天逆向操作一下，为了负责任。我尽力，啊，我尽力啊，10万块钱，我尽力，我只能这么说了。哇，这是一种逆向的操作，哎，说不定大家因为这样就选他了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选了，好不好？因为 C 组要浪费那个时，好了，还是介绍一下 C 组的参赛者，有请。我是月饼仙子米可白，不要以为我是嫦娥想奔月了。你们看我的月饼都带来了。你那是月饼吗？因为买不到，先买冬瓜肉饼。哎，我还没讲完啊！我告诉大家，其实我真的非常的幸运，下午出门踩到狗大便的时候，还意外捡到1000元，我太幸运了！快选我。人家都讲资历。什么的，然后你说你是踩到狗大便捡到一千块，我就是靠幸运啊，哦，是 OK OK， 不一样的，好 OK， 只要选他的话有送冬瓜烙饼哦OK ABC 三组挑战者，现场的玩家你赶快上线，你要选谁帮你拿10万？5秒钟之后请选择。 5, 4, 3, 到底要选择我们相当经验丰富的主持人，还是经验丰富的记者，还是幸运满分的米可白、月饼仙子呢？到底会是谁？投票结果请公布。恭喜曹兰姐姐以相当高的 percentage 赢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。来，有请。小心啊，小心小心。不好意思，我很少看到有这么高的百分比，哎，啊，因为66，哎，没有，因为好厉害哦，因为你也要看看对手是谁啦，哦，太厉害了，因为你之前真的做过太多益智型的节目了啊，但是我觉得是啊，观众朋友们对我的信任，其实真的非常感谢大家，其实我真的是草包一个，你是选错人了，没办法，来不及了，喂喂，我们去见女王吧 ，Let's go， 走啦。哈喽女皇需要你的智慧能量，现在就拿起手机或平板电脑，搜寻女王的密室 APP 下载登入，成为挑战者，就有机会赢得奖金10万元。
除了神之契约所提供的奖金，另外抽出线上游戏的虚拟宝物得主。Android、iOS 系统全面开放下载。就是这一回，只如武士，女皇想你了，想你了，想你了。线上的玩家赶快拿奖金了，因为东方不败曹兰姐姐已经来到舞台上方了，我们一起觐见 Hello 女皇。上线上线。哇，女皇。嗨，曹兰呐，想你了，想你了，想你了。你呢？来一下，哎！我觉得我在这边好像是多余的，我要离开的感觉。两位哇，曹兰，你知道你这件衣服啊，还真是林青霞穿过的。哎呦，所以啊才会这么长啊！真的，哎，真的耶！林青霞这么高啊，超高的。我以为是姚明的。不是林青霞这么高，是我们这么小，是不是啊？是，但是各位观众不要真的不要怕，我们虽然小有没有？但是我们真的都好厉害。你看看荧幕里面那个女王蓝头发的，她在演艺圈几年了？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我以为她才刚出道呢。是，对对对。你知道，相当刚刚我们那个男的护法奖嘛，跟他一起主持的，就是一个聪明一个笨。哎哎，真的，是不是？那我请问你啊，你跟桃子姐还纳豆主持的，谁是聪明谁是笨呢？哦，桃子姐聪明，我跟纳豆一个人只算半个人，所以我们两个是笨的。所以一个聪明一个笨啊，严格上讲起来应该是桃姐聪明我笨，那纳豆其实他不算人，他算是一个吉祥物来着的。等一下，是的，我打电话给纳豆，好，至少等我一下哈。是，对对对，其实不用问，他是不是人？广告。哇，东方不败，哇，好蓝。是，拿出你的看家本领来了。嗯，是，我等一下，我的看家本领是看家本领，看家本领是拿十万块。是是是是是是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拿十万块答题嘛。答题，我跟你讲，不就 A 呀 B 呀 C 就选一个嘛。对，不就是 A B C 选一个吗？就是这样吗？难吗？奇怪了，奇怪，前面都一直送出去了，对，又没有叫你答题，就是 A B C 选一个，主要不是要把那个试算过程写出来，是不是？猜嘛，是啊。OK 了 ，OK 哦，十万哦，大家上线了，来喽，上线上线，来，好，注意了，第一题，请问，下列哪一个知名故事的主角是真正的女人 ？A. 贾宝玉 ，B. 东方不败 ，C. 花木兰。同学，我真的很想请问一下，在这五秒钟之内，我能够说多少话？有人会在这一题选错吗？I don't know。拜托，I don't know，你的答案是，有谁会不知道 C. 花木兰 ？C 锁定。好，花木兰，刚刚有四万人，你待会儿就看看，选错的人就 out 了。真的，真的会有人选错。这个节目有很多外国人在看吗？无缝啊，不知道这个，无缝啊，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你也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花木兰答对啦！耶耶耶！的确就是花木兰。OK， 接下来第二题，请问你哪一种水果的皮可以自制成天然的蚊香 ？A. 柚子 ，B. 西瓜 ，C. 凤梨。等一下，请问这个节目是照 EQ 还是 IQ 来分别的吗？这个节目也是，拜托，我以前做生活智慧王，五秒了吗？柚子，柚子，锁定。请柚子，请尽量在哎是说了太多别的话，你知道刚刚已经四万人剩下三万一喽，真的你看到没有？等一下有一万多人不会刚刚的那一题啊，你瞬间就得罪了一万人呢，没有啊，也九千人得罪了九千人，得罪了九千人，好，现在你再得罪看看哪一种水果皮可以自制天然蚊香，你确定是柚子吗？是啊，是啊，因为柚子皮里面还有一种什么什么的，真的、哦？确定？对了，对了，哎，柚子答对了，就是柚子。柚子皮里面还有精油的味道，蚊子是不喜欢的。好的，接下来第三题，请问你，现在人喜欢养狗，根据研究，哪一种狗被认为是最聪明的 ？A. 柴犬 ，B. 边境牧羊犬 ，C.
黄金猎犬。五秒钟，请作答。这一题其实也非常简单。如果说里面有拉布拉多，我也可能会觉得拉布拉多，但不是黄金，不是柴犬。你的答案是？答案是边境牧羊犬。边境牧羊犬，锁定 B 很久 B 边境牧羊犬 ，Border Collie， 边境牧羊。但是喜欢养狗的人并不知道哪一种狗比较聪明，都觉得自己的狗最聪明。是的，错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家的狗聪明的不得了。我也觉得我们家的狗聪明的不得了，怎么会聪明的到我讲话它都不理呢？是不是？而且我们家狗聪明的，聪明吗？不是。他去帮我拿东西啊，是我去帮他拿东西啊，好厉害，是好厉害，这么厉害，他会叫我去帮他拿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你说边境牧羊犬答对了 ，Yes， 太厉害了，就是边境牧羊犬，他真的很聪明，是的，太聪明了。三题过关，第线上玩家赢得由神之契约提供的10000元奖金，有奖金了。胸有成竹。接下来第四题，请问哪一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物可以用来护发 ？A. 番茄酱 ，B. 沙拉酱 ，C. 颜面酱。五秒钟，请作答。首先，番茄酱里面含酸系的话，我觉得不可能。甜面酱，我觉得是沙拉酱，因为沙拉酱里面含有丰富的什么什么的，又来了什么什么的。B 锁定。他觉得是沙拉酱。对。这个用番茄酱呢比较红一点，用甜面酱呢比较黑一点。这个沙拉酱里面有蛋黄啊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有吗？你真的知道耶？应该是有蛋黄，是不是有蛋黄？但是我这位王比较没有说叫他拿来护发，因为很难洗啊。对啊，有点难洗，但是假如可以用到的话。沙拉酱答对了。Yes。就是沙拉酱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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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再来，女皇女皇，你看她那么神气，女皇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这一题就真的厉害了哦，好不好？这一题哦，你要出题哦，对哦，你要仔细瞧有几个忍者哦，又来了又来了，好眼力，好眼力，准备。几个忍者 ？A 十个 ，B 十二个 ，C 十四个。五秒钟，请作答。我已经有点老花了，我可不可以站远一点再看一次啊？没有办法，马上告诉我们你的答案。答案是什么 ？C 十四个。C 锁定，锁定了。不能改了。等一下，你又没有钥匙，拿什么来锁？啊？钥匙是不是？你以为没准备吗？在这里。有没有？然后这是车库的，好，哎，这个是我家门，哎，对，下楼下门的 ，OK， 都有，好，每个都有。哎，你那个钥匙看起来像置物箱的钥匙。对对对，这用了十几年了。你怪怪的哈。对对对。好，带个置物箱的钥匙，怪怪的。来，其他人看到这几个了吗？哎呦，都看到啊，这么厉害啊，这个太好玩了呀。等一下，这么多人还活着哦！对，大家都活着。哎，十四个，答对了，就是十四个，恭喜你，相当厉害。接下来第六题，请问你下列哪一种日常生活用品可以有效去除饮水机里面的水垢 ？A. 食用醋 ，B. 洗米水 ，C. 纯米酒。五秒钟，请作答。小苏打的话。碱性酸菌。你的答案是，醋 ，A 食用醋。A 锁定，锁定，锁定了。好，这个你刚刚讲的用酸去碱，酸什么碱？酸碱中和一下。因为我想说水垢的话是水中的那个氯的话应该是有碱性的成分，所以呢这里面应该有酸的话就是 A 食用醋吧。OK。是的，你看到没有？
对，人家这样女主持人就叫做聪明的女主持人，很聪明哎，是不是？她都还会把整个道理都已经分析完了之后再来作答，厉害哦！对啊，我就不知道说世界上为什么还有月饼仙子这种东西，不知道我蛮纳闷。是我吗？就是你，还怀疑？啊，很可爱。哎，徐耀祖答对啦！是的，谢谢。好，就是酸碱中和了。六题过关，替线上玩家赢得由神之契约提供的20000元奖金。哟，20000元喽！20000元了。接下来第七题，请问，眼睛在黑暗中最容易看到哪一种颜色 ？A. 红色 ，B. 黄色 ，C. 绿色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5, 4, 3, 2, 1, 通常摄影棚里面的灯都是红的，摄影机上面的。你的答案是，告诉我你要选什么？绿色，请说绿色，是不是 ？C 锁定。等一下，你干嘛一直逼我？一定要这样子逼我？哎，现在就要这样，因为不然网友会骂。哦，是。说他为什么可以拖那么久？没有，我有在时间里面讲出来的。好，不好意思。红色、黄色、绿色，正好就是。啊，红灯蓝绿灯红绿灯的颜色，对不对？红绿灯，然后还有黄色。因为啊，那个什么特工队，你有没有发现特工队他们带的那个晚上夜视镜，是不是绿的？是绿的。应该也有别的颜色啊。也有可能。桃色蓝电都也是上面都是绿色，可是没看过黄的啦。哎呦，管他呢，答对啦。的确。在黑暗中，人类的视觉神经对绿色是最敏感的，是绿色。哎呦，那以后摄影机的那个灯都换成绿色了，真的。好，OK， 接下来已经到第八题了，请问你，等一下，我这样很厉害吗？很厉害，当然厉害啦，都到第八题了，厉害第八题了。请问你，除了地瓜以外，下列哪一项食物也属于产气型的？产气性的食物，多吃会造。我知道。A 蒸蛋 ，B 高丽菜 ，C 苏打饼干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这个我真的知道呢。你真的知道吗？我真的知道。好，因为啊，这里面有一种东西，它对胃很好。对，你先告诉我答案。B 高丽菜。B 高丽菜锁定。除了地瓜以外。吃高丽菜，高丽菜吗？因为我是看之前有一个那个日本的电视节目在介绍，但是他有胃溃疡的人，然后呢，他就让他连续吃一个月，然后呢，高丽菜就用微波炉这样子，他的胃溃疡好了很多哎。然后我才知道，那个好像是会产生一个，他应该不是气体，但我记得他好像他会一直放屁吗？但是他不是放屁耶，但是。现场节目可以说放屁吗？可以，但是可以，可是胃溃疡的人，你先不要听这个东方不败说，你就一直吃高丽菜，还是先去看医生啊？对，但是呢，高丽菜，但是你选高丽菜是答对了。是的，高丽菜是属于十字花科蔬菜。所以就像红萝卜、白萝卜啊、地瓜、花椰菜等等，是会增加放屁的几率。其实对不起，我其实选这种，我那个自慰的是花椰菜，所以胃溃疡的，不要随便吃高丽菜，那是花椰菜。哦 ，OK， 但是这样你还是答对了，好吗？第九题啦，第九题进广告哦，没有进广告，请问您，好事多磨在。典故中是指什么事情需要时间磨练才会成功 ？A 是官场的仕途 ，B 男女的交往 ，C 诗词的创作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好事多磨是哪一个年代出来的成语啊？天哪，好事多磨男女的交往，官场的仕途。你的答案是 A， 锁定。为什么我要选 A 呢？为什么？你说。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。你也在问你自己，是用猜的吗？我要告诉你，为什么你要选 A 是对还是错呢？那现在如你愿了，我们就进广告。哦，谢谢，谢谢。回来告诉你，线上玩家。好厉害！东方不败，东方不败。
刚刚那一题好事多磨在典故中指的是什么事情需要磨练才会成功啊？刚刚我又在广告的时候，我又在想会不会是诗词的创作，因为好诗需要磨很多的那个磨墨，然后多磨哦。但是你跟你阿娜达的交往是不是也是要磨很久啊？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基本上都会觉得是讲男女之间的事情，所以我想说我就先避开男女的交往，因为我觉得事情并不会这么简单。啊，我想太多了。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答错啦！果然是男女吗？是的，就是男女的交往。好无聊，怎么就会是这样？也在北宋的《安公子》里面，叙述两个人正是浓情蜜意的时候，却不得不分离，空留美好的回忆，才会有从来好事多磨难。大家都想太多了，想太多，对不对？到了第九题了，哎呀，不过你看，现在你看我后面只剩下104，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，好，只有一位，恭喜你得到机灵小硕士，而且104位当中有一位可以得到奖金20,000元，谁？有缘人，谁？哇！高雄市翁小姐，恭喜翁小姐，身材不错，身材相当好哦，好厉害哦，恭喜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这是我们得奖以来身材最好的一位，赞赞，下次各位照片都要放好看一点，我们会比较开心，好，好开心，超来，是，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东方不败潮人姐姐，马上进入下一个回合。蛙老星球发出求救讯号，赶快拿出手机或平板电脑，搜寻女王的密室 APP 下载登入，秀出你的智慧能量，就有机会夺得奖金100,000元，还能获得台视爱平网提供女王购物金。Android、iOS 系统全面开放下载。智慧公武士，你在哪里？快协助女皇打击暗黑魔神吧 ！Yo fighting！ 其实刚刚上面那个回合我们很不开心，因为我们仓库里面装着满满的现金，都已经满出来了啊，送不出去，我们觉得很可惜，好吗？线上的玩家赶快上线，我们很想送你100,000元。马上欢迎第一组挑战者，有请自我介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拢不会算我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曾经入围过儿童节目主持人。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再不选我，你们将错过100,000元。很少有人看你表演是，就是他已经戴耳挂了，然后还要假装拿一个麦克风，是相当厉害的表演哦。所以一定要选他哦。好 ，OK， 接下来欢迎第二组挑战者，有请。前面有月饼仙子帮我铺路，我觉得这个回合我被选上的机会大增了啊。刚刚呢，那个回合我输给 Terry 因为说他生完小孩，所以超不及谁惊哦。是的，各位。我有两个孩子，我的第二个孩子呢，现在才刚满5个月，所以算是还没有过这个 Segao 的有效期限，已经快要过了哈。但是选我，我可以帮你拿钱的啊。好，一定会有好运到的嘛啊。没有错。接下来欢迎第三组挑战者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凤，现在是汤三藏，赶快选我，是因为我看过台湾最美的风景，吃过台湾最好吃的美食，也娶过台湾最漂亮的女孩。我是台湾女婿吴凤，赶快选我，我帮你转100,000元。对，而且大家要记住哦，他的儿子小孩就是再过2个礼拜就要出生了。他是女儿哦，女儿再过2个礼拜就要出生，有可能现在会出生哦。哎呦，因为时间差不多了，因为太太也在看电视，对，我怕我会太紧张，他会啊 ，baby 就出来了。哎呦，有可能哦。哇哦，大家想不想要看到唐三藏生小孩啊？很厉害哦。OK，A、B、C 三组挑战者，你要选谁？现场玩家5秒钟之后请选择。选我，究竟会是月饼仙子米可白，还是哪吒小兵，还是唐三藏吴凤呢？
三组都有相当好的运气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应该选谁，因为三个人都超好运的。投票结果请公布，恭喜小兵，厉害啊小兵！哇，小兵哥哥自己本身也是金钟奖的主持人的获奖人，是的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好厉害哦！你得过几次奖？我得过两次金钟奖，两次哎！对，但是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，好强哦！而且你今年又入围了，对，两个。你又今年又入围两个，对，哇，所以你是很站在那评审那边的，就人家都说我的这个几率好像会比较高一点点，但是我都跟人家讲说金钟奖又不是抽签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抽签的话，我的确会几率高，但是我相信这个其实凭实力的，没对，对不对？评审的眼睛是雪亮的嘛，对不对？是吗？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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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们没有入围。有的时候评审没有那么常关心这些生态嘛，啊，对他们应该多看一些节目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了，他有看我的节目啦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只看小兵的节目好吗 ？OK， 让我们一起随着六甲星光进阶 Hello 女皇，好 ，Let's go。Hello 女皇需要你的智慧能量，现在就拿起手机或平板电脑，搜寻女王的密室 APP， 下载登录成为挑战者，就有机会赢得奖金10万元。除了神之契约所提供的奖金，另外抽出线上游戏的虚拟宝物得主 ，Android iOS 系统全面开放下载。就是这一回，只如武士，女皇想你了，想你了，想你了！线上的玩家，赶快，赶快！小孩子才5个月而已，好运，好运，好吗？来，让我们一起进阶 ，Hello 女皇上线啦！女王你好，女王好，哇，小兵很厉害哦 ，OK，是入围金钟多次啊，你要跟他请教一下啊，好强哦，好强哦，他入围那么多次，而且还拿过2次奖，对呀，我从头到尾只有入围过一次而已啊，你有入围过吗？啊，取消，多年以前曾经小弟曾经有入围过一次，对对对，好，小兵这次有2个节目对不对？对的，一个是留言追追 追，另外一个是下课花露米，哦，厉害，下课花露米做了很多年了，15年了，15年了，是的，哇，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，没错，好，因为主持这么多节目，我相信你会是一个智慧光武士，哎呦，没有错，好的，线上的朋友赶快上线吧，是的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，要开始问，要开始了，准备，请问第一题。啊，这一题就要直接就交给女皇了。是的，女皇。好，第一题，咱们就仔细的瞧吧。啊。咦，哪里？嘿咻，嘿咻。啾！嘿咻嘿咻，驾！啊，请问屋内有几个忍者 ？A 0个 ，B 1个 ，C 2个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怎么会有人没事在那边跑来跑去，搬了梯子又不进去，然后绕来绕去的嘞？是的 ，C 2个 ，C 2个，锁定。好。线上的朋友都在仔细瞧你的答案了，第一题哦，对不对？对，第一 C 2个，答对了，呀，就是2个，眼力非常好。接下来第二题，请问你，下列哪一个是中国神话人物哪吒的招牌法宝 ？A 风火轮 ，B 雪粒子 ，C 金箍棒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我今天的装扮就是哪吒，如果这一题还选错怎么办嘛？对不对？所以不要说了，就是我没带来的风火轮。风火轮锁定。今天希望小兵能立大功啊！真的。好，风火轮答对啦！耶，就是风火轮。接下来，女皇，小兵靠您了。喜欢唱歌吗？喜欢，但是最近这个因为孩子之后就比较少去这种深色场所哦，是在家做奶爸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但是阿波罗还是要考考你哦。哦，来，
Music。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无论你去到何处，我要你给我记住，我永远为你祝福。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无论你去到何处，我让你给我记住，有有你就。空格中的歌词是下列哪一个选项 ？A. 不再孤独 ，B. 不会孤独、啊、，C. 不要孤独。怎么五秒钟，请作答。我的妈！不准看《东方不败》，不是应该是《东方不败》的歌吗？不准看《东方不败》，你的答案是不会孤独 ，B. 锁定，是不是？刚刚那首歌是我们曹澜女士，是的，女士，曹澜小姐，小妹妹，当年的歌还会唱吗？还会啊，刚刚还有一起跟着唱，但也想不到这些老人都会唱的。什么什么什么？我们那时候幼稚园，幼稚园，唱下来，来，不论你身在何方，不论你去到何处，我要你为我。什么？我要你给我记住，有朋友你就哦哦，你不知道这一题哦，有关于你是不是渔民？广告之后再告诉我。哦，糟糕了，到底有没有答对？哎，万万没想到是曹澜的歌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空格当中的不会孤独。的确，吓死我了！就是有朋友，你就不会孤独。我以为进广告就是我错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进广告是代表时间到了。OK OK。三题过关，替线上玩家赢得神之契约提供的10000元奖金。不再是渔民了，加油！好，接下来第四题，请问你，应用科学系毕业的小兵，你应该知道电流的单位叫什么吗 ？A. 伏特 ，B. 欧姆 ，C. 安培。五秒钟，请作答。哎，这是应用科学系，其实不是这种应用科学，不是吗？不过我还知道一点点。好，你的答案是安培 C， 安培 C 锁定，没有错，没有错吗？没有错，没有错，还蛮肯定的吧？还蛮肯定的吗？很确定吗？对啊，很确定吗？很确定吗？对啊，你要答错怎么办？电压是伏特，这个电阻是欧姆，然后电流是安培嘛？哎呦，哎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哦，安培，是不是？哎。Yeah， 很厉害，小兵厉害哦，考不倒。接下来第五题，请问你，已经结婚的小兵成了丈夫，那丈夫原本指的是什么样的人 ？A. 拄着拐杖的老人 ，B. 身高一丈的男人 ，C. 打仗胜利的军人。五秒钟，请作答。啊，这个不可能是老人嘛，对不对？也不会是人人是军人嘛，但总可能是男人吧。所以你的答案是 B。B 锁定。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身高一丈的男人，就是他，那就不是阿 Ken 喽。啊，他的妻子的心目中很高嘛？不不不，我还没娶嘛，还没娶，对，不算丈夫。所以 B 答对了。哦，是的，《说文解字》里面八寸为尺，十尺为丈。人长八丈八尺，对不起，所以叫做丈夫。嗯 ，OK， 好，很好。接下来第六题，请问你，哪一种水果因为含有记忆力相关的营养素，又被称之为记忆之果 ？A. 苹果 ，B. 火龙果 ，C. 奇异果。五秒钟，请作答。完了，糟糕了，我是一个不吃水果的人呢。啊，不吃水果，怎么可以？我不吃什么吃水？那就 C 吧。C 奇异果锁定，是吧？奇异嘛 ，kiwi kiwi， 记忆记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OK 吧。那应该它叫记忆果就好了。它因为记忆都又不好记，然后所以它就变奇异。我们来问一下，是东方不败。嗯，哎，东方不败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这一题的话，因为大家都说常常应该要吃苹果，而且那个牛顿跟苹果有关系。被苹果打到，哎，有可能多了嘴，哎，所以李可白，你觉得是什么？我觉得应该是 A 苹果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这辈子应该没吃过吧？不是说奇异果吗？没有，我一直觉得应该是苹果，因为我是吃苹果才这么聪明。哎，不是吃月饼吗？哎，不是看我吗？苹果农在抗议了。这一题真的抱歉答错了。哎呀。
是 kiwi， 正确答案就是苹果，因为苹果中含有微量的元素锌，那锌是构成记忆力息息相关，不可或缺的元素。是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抱歉，没关系，今天没有得奖。金钟奖就会得奖。哎呦，谢谢小燕姐金口，谢谢女王金口。好，聪明小学士，来，1311位当中有一位可以得到你的奖金10000元。是的，会是谁呢？彰化县李先生。彰化县的李先生厉害哦，你可以得到奖金10000元呢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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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好。在这边也祝福小兵得到金钟奖，谢谢阿 K， 谢谢女王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回合了。Swallow 星球发出求救讯号，赶快拿出手机或平板电脑，搜寻女王的密室 APP 下载登入，秀出你的智慧能量，就有机会夺得奖金10万元，还能获得台视爱平网提供女王购物金。Android、iOS 系统全面开放下载。智慧公武士，你在哪里？快协助女皇打击暗黑魔神吧 ！Yo fighting！ 制作人刚刚很头痛的跟我讲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说怎么办？什么东西怎么办？他说仓库里面钱太多了，要送啊！所以线上的玩家赶快上线好吗？选出一个最厉害的挑战者，欢迎第一位挑战者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明珍。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小小一个选我好像很冒险，但是其实呢，我是语言天分非常的厉害，尤其是中文，虽然咬字有一点不清楚，但是我刚刚在前面的时候啊，问题全部几乎都有答对哦，所以选我没错。好，身材虽然娇小，但是五脏俱全，身材非常好，对不对哈？好，要不要报一下三围？好，算了。好，接下来欢迎第二位挑战者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就是身材非常好的月饼仙子。月饼仙子，你吃药了没？你今天吃药了没？我刚已经吃3颗了。啊，我还没说完。我月饼仙子，奇怪了，奇怪了，为什么我要出来了？因为人家都说压轴都是留在最后，所以你想要拿10万块，就要选我。10万块送给你哦。好 ，OK。好，其实你是第二位挑战者，压轴在你后面啊，是吗？对对对，欢迎压轴的这位挑战者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光芹，跟大家说一个秘密，我在家里有全媒体界最大的一个资料库，应该是有5000个档案以上。哇！但是呢，我今天来到贵宝地呢，发现一题都没有出。哈，尤其是那个忍者在那边跑来跑去，以50岁高龄的我，到现在为止都还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。不过呢，看看右边这两位，我老大姐今天责任重大了，不选我选谁呢？所以您的奖金我只能试试帮你拿了。好，哇，这一组真的到底要选谁呢？线上的玩家，你们要好好的想一想哦。OK， 5秒钟，请选择。到底是相当可爱的明真，还是相当会表演的月饼仙子，现在还在给人家变变变，还是媒体资料库相当充分的我们的光芹姐呢？究竟谁可以帮你拿10万块？告诉我，投票结果请公布。啊！月饼仙子。你好意思吗？你好意思吗？没想到我这么聪明，应该是刚刚苹果那一题的。苹果那一题，对，真的哈、哦。你平常都小时候都开始吃苹果啊？我都吃苹果。真的，有什么话跟光芹姐、跟明真讲吗？你们承让啦。其实我赢了你们也非常的不好意思。是吗？该不会等一下第一题就答错，就愚民哦？我不要当愚民，不要当愚民。好，那你要加油，可以吗？有把握拿10万块？好，有。有，大声一点。有。有，随着六角星光芹姐 ，Hello 女皇吧。走 ，Hello 女皇需要你的智慧能量。现在就拿起手机或平板电脑，搜寻女王的密室 APP， 下载登入，成为挑战者，就有机会夺得奖金10万元。
除了《神之契约》所提供的奖金，另外抽出线上游戏的虚拟宝物得主。Android、iOS 系统全面开放下载。就是这一回，只如武士，女皇想你了，想你了，想你了。带着冬瓜肉饼的月饼仙子已经来到舞台上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赶快，你选她就要上线，我们一起觐见 Hello 女皇。女皇，女王好。是。妮可白，哎，每一次我们做节目都会想谁上不来啊？对，我都想说我什么时候要上来了呢？哇，你超乐观的耶！你这是一直拿着麦克风的，我习惯。对呀、啊，你是怎样？二姐都封麦了，你更不准拿麦克风。好好好，说起来，好，妮可白，你说你今天自己可以达到几题？啊，大概两题。没有两题没钱呐、啊，大学你干嘛？没有，我真的是谦虚了，一定是十题嘛，观众朋友。哎、哦，各位观众，现在好好去上个厕所，回来上线。赶快赶快上线啊！月饼仙子，月饼仙子啊，是哎。你说你叫这样子是什么十题吗？对，十题，好的目标，这个目标。那你知不知道要答对三题才不是渔民？哦，我知道，你知道。我刚有很认真的问一下我们的黑什么黑骑士吗？黑护法啊是啊，什么黑骑士？你有看到马吗？哦，有，很奇妙。女皇，她刚刚还在问我说，真的有人答？一题都没过，然后就直接失败的吗？有吗？有啊！我说当然有啊，当然有啊，很多，而且都很聪明的人。是的，真的。而且答对三题就不容易了。好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你要不要加油一下？洗清你被阿 Ken 说对不聪明的对名称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加油。你加油，加油啊！来，好，说不定你上线了没有？上线，上线，上线，赶快了，准备了，答十万了。第一题，请问你，一般来说，好吃的蛋黄酥里面包的蛋黄是什么蛋 ？A. 鸡蛋 ，B. 鸭蛋 ，C. 鹅蛋。五秒钟，请作答。告诉你，我们家就是做月饼的，就在鹿港，所以就是 B. 鸭蛋。你确定吗？鸭蛋才好吃啊！鸭蛋哦，我要锁定。你确定吗？你不要这样子恐吓我呢，很多人在看哦。没有，我只问你确定吗？鸭蛋。锁定，是吧？他怀疑了。黑护法，黑护法，黑护法，护法，是的，不可以恐吓来宾。不会。OK， 问他一下。好，鸭蛋答对啦！就是鸭蛋。好，接下来第二题，请问你，深蹲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健身运动，最主要是可以训练身体的哪一个部位 ？A. 臀部 ，B. 手臂 ，C. 胸部。五秒钟，请作答。是的，我告诉大家，最近我都有在做重训，看到我的臀部这么翘，就是屁股 A。A 锁定。请问你在干嘛？臀部、啊、你是长蛲虫吗？我只是在展现我的臀部。我的天哪、啊，一直扭，想说你要不要去拿一个贴纸去粘一下，粘一下，然后送去筛检。好，我来看看现场的朋友，其他的都答的是什么？哎，律师也打臀部，都答的。哦哟，光晴打臀部哎。耶，厉害了，厉害了。哎，其实光晴啊，你那本书。你爸爸是总统，我的爸爸是总统，你的爸爸是总统，是别人的爸爸是总统。哦，别人爸爸，我吓坏了，你的爸爸是总统。是是是，谢谢。哎呀，好，我们要来看看这本书，来，现在来讲臀部答对啦。是的，深蹲主要训练的就是臀部啦。接着下来，第三题，请问你。妮可白对酒很了解，问哪一种酒又被称为一体面包 ？A. 葡萄酒 ，B. 高粱酒 ，C. 啤酒。五秒钟，请作答。我没有对酒很了解啊，管你的。什么是一体面包？谁知道、啊？管你的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我觉得应该是常见的啤酒。啤酒 C 锁定。哇塞！锁定了。
你不知道一体面包是啤酒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觉得葡萄酒应该不是吧，只是帮助睡眠。高粱酒的话，只是葡萄酒是什么？帮助睡眠，帮助睡眠不是吗？帮助睡眠。你哪一种酒喝多了？高粱酒呢？高粱酒对啊，就是纯粹想喝。那啤酒呢？就是钱比较少，就喝不起贵的。对，大家开心喝，很便宜。什么理由？大家开心喝，便宜吗？哦，是吗？哎，将来做广告可以用你这句话啊。好 ，C 啤酒答对了，就是啤酒。因为啤酒跟面包一样，原料都是谷类，好吧？所以有这个称号。三题过关，替现场玩家赢得神之契约提供的10000元奖金。没有渔民啊，没有渔民啊。黎明了，接下来第四题，请问你，台湾土狗最近获得国际认证，请问它被证明为叫什么名字 ？A. 台湾犬 ，B. 中华民国犬 ，C. 福尔摩沙犬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告诉大家，我养的就是台湾土狗，所以是 A. 台湾犬。A. 锁定。他非常的确定是 A。汪汪汪汪！你有养？你有养？对，我们家养的就是米克斯，就是大家所说的台湾土狗。台湾土狗，也就是浪浪的意思。浪浪，浪浪，就是以前流浪狗就叫做浪浪，然后后来才改做台湾犬。哦，所以以前都叫浪浪。对对对，叫浪浪。对啊，流浪就是流浪狗的意思，浪浪。可是台湾土狗不是流浪狗哦。对啊，你有对啊。台湾土狗是一种狗哦，一种狗，很像就是比较贵，协同比较好的意思啊，所以应该是台湾犬。奇怪了，你的解答怎么好像都是绕来绕去啊？是吗？对啊，你的人生就是这样过来的吗？人生就是一直很曲折。你还不是？我觉得蛮顺遂的。台湾土狗真的就叫做台湾犬。是的，2015年认证的哦，就叫做台湾 dog 台湾犬。好，接下来这个要考考你别的了，女王。哇，好紧张。女王可以考他一下啊。哦，这个我觉得对，这个就是证明你真的聪不聪明，真的，因为非常简单，只要认真的看就知道它是几个喽。哇，我超不会看这个。别吸我！请问一下磁铁上面哦，不是，好，请问一下屋内有几个忍者 ？A 5个 ，B 6个 ，C 7个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很像没有很多人出来耶，应该是。你的答案是5个好了。5个好了，你确定 A 我就锁定，我就 A 吧。哎呀，来看看现场其他的人。五个吗？五个，真的有人算出来？真的有人算出来？我刚刚都没有算呢。哇，你刚刚都没算？刚刚没算，没有。你刚刚没算？我刚刚看到2个，我说哎。怎么突然又多那么多人？气死人了！我的嘞，女王她要猜的，这个就是我跟曹兰说的，反正 A、B、C， 你就选一个，5个就对啦。哎，我好聪明啊！好，你注意听好了，下一题，请问你。下列哪一个部位是成语“五体投地”的其中一体 ？A. 手掌 ，B. 脚底板 ，C. 头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五体投地的哪一个部位？五体投地，投地其中的一体。其中的一体哦。你的答案是？哎，告诉我。那就来个头好了。C 吗？对，头。锁定。米可白，哎，其实这一题问题你清楚吗？我知道五体投地就是要磕头，不是吗？那头也很重要，不是吗？那手掌呢？手掌、脚底板呢？
脚底板也蛮重要的，但头如果没有头，你没有身体没关系啊，有头就好了嘛。你可以讲中文吗？还是我叫吴凤翻译给我听？我说你在讲什么？我觉得头很重要。他的谬论虽然很谬，但是真的不可能啊！可是头就是答对了，真的假的？六题过关，替现在玩家赢得由神之契约提供了20000元奖金，恭喜恭喜！恭喜你自己哈，傻了吧？接下来注意哦，第七题，衣服沾到了血渍，不可以使用什么清洗，否则会更难去除 ？A. 双氧水 ，B. 热水 ，C. 肥皂水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衣服沾到血渍，应该是。你的答案是？我觉得应该是热水，因为 B 锁定，锁定，来不及改了。你。啊，算了啦，算了，真的有有机会吗？答对了，是的，我好聪明，血液里面有蛋白质，预热会凝固，不容易溶。你给我注，你考到我，好，怎么样？第九题，注意了。第八题了，是不是？第九题了，第九题啊！第八题，第八题，我开心了一下，我好聪明啊！第八题，好，你给我住口，仔细听题目。第八题，请问，下列哪一种动物是雌雄同体 ？A. 瓜牛 ，B. 水母 ，C. 马鹿。5秒钟，请作答。雌雄同体哦，我记得应该是马鹿、瓜牛，应该是水母吧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我觉得是水母。B 锁定。为什么你认为是水母？因为我觉得水母你翻不到，看不到它特殊的部位，所以应该是水母。看不到它特殊的部位，这是雌雄同体。你看得到瓜牛的部位吗？对呀，瓜牛你有看过吗？我马鹿你有看过吗？我只有看到它很多脚而已。抱歉，答错了啊！答错了，正确答案是瓜牛，瓜牛是雌雄同体。一体繁殖，没有公母之分。好，繁殖的时候才厉害了，米可拜。是的，你是机灵小硕士哦。是的。好，2万块，现在还有1560位，有一位可以得到你的奖金20000元。恭喜新竹市叶小姐。哇，叶小姐很爱吃甜点呢、哦。2万元，叶小姐，恭喜你，恭喜米可拜。聪明哦，相当聪明，好吗？等一下广告回来，我们即将有帽子戏法继续送钱。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所有的挑战者都已经来到舞台上方了，大家都会玩哈帽子戏法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的这个叫做是冒险愉快。好，下礼拜就要发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站在旁边是不是很开心？开心，不错哎，福利。好，还有这个，好。我的爸爸是总统，好吗 ？OK， 相当好看的一本书。好，帽子戏法，女皇有请了。好，朝来，来，钱在哪里？钱在哪里？钱在哪里？钱到底在哪里？好，在这里。好，猜到了没？要叫我们结束？已经结束了，还没猜啊，女皇。女皇那么敢啊？阿姨，告诉各位，下个礼拜金钟奖，但是我两边都在，这里也在，金钟奖也在，怎么样？你米老鼠啊，好厉害，而且你有头有尾，有头有尾，咱们来藏钱吧，来了来了，好，预备，开始啦，来，注意看 A B C， 注意看，注意看他们的手，他们的手，哦，表情都好像，好像啊。到底在哪？在哪里啊？哎，有吗？好讨厌！女皇，女皇，你要注意你的身体，女皇。好快哦！我都担心了。厉害吧？厉害！厉害！你们两个辛苦了。女皇很累啊。还不错，各位。对啊。看到没有 ？A、B、C 在哪里？这怎么猜啊？来，各位，请选择。好，5秒钟，大家来选。这个我真的猜不到了。好，下好离手。好，下好离手了。来，请问 A， 我选 A。A 是什么 ？B B C C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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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很多人才逼，因为逼好像有点歪了，有点歪歪的，所以大家会觉得好像就在逼里面，有可能吗？当然，是吧？哎，怎么了？没，他们可能在骗人。没有，哎，我们来看看，公布一下百分比。我们那么明显哦，大家都是这么明显吗？这么明显吗？明显，真的，大家有真的有看到是在逼吗？两个人有感，没有感觉，没看到，没看到，但是有感觉，对，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。OK， 那蛮明显的。先看哪一个呢？先看，哎呦，真的是，哎。以上的人难过了，一定是 C。哇哦，我就知道是 C。耶，无缝无缝猜 C， 我知道就是 C 的了。对呀，我就知道了，厉害啊，知道了。我们在 C 的当中抽出一位新观众朋友，给大家奖金10000元。好，谁会获得奖金10000元？有没有可能就是无缝本人呢？有可能哦，有可能，他快要生小孩了。新北市的郭先生获得了10000元的奖金，非常非常的恭喜你，好吗？这么多人都选择 B， 就你选 C。好，欢迎女皇以及东方不败，欢迎。哎呀，潮男，你看我们两个一般高哈，都一样高啦，一样高，一样高。天哪！哎呀，谢谢各位，谢谢谢谢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哎呀，新书啊，大卖啊！新书大卖，新书大卖。还有，我是小博士了，想不到吧？想不到，小燕姐，生完了再来，生完了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，谢谢。我要来续曲续曲，谢谢小燕姐，谢谢小燕姐。来，下礼拜我好，金钟奖见，好，金钟奖见，金钟奖见，谢谢。谢谢，好，别忘了下礼拜同一时间一定要收看我们。万万没想到啊，我还是在这里的哦，他还是在的，厉害了，跑来跑去。拜拜。